聚焦星座话题。Hello， 大家好，我是苏菲亚，欢迎收看十二月份的运势。不要忘记帮我们开启订阅小铃铛哦。十二月呢，我们将来到啊风水轮流转的时候，所以很多的时间呢，我会处于一个洗牌的状态。那么在这个月份呢，每一个人呢、应该要留意自己的状况，因为呢身边的环境在变化，我们手中的资源、手中的牌也在变化，所以你要看清楚你面对的到底是机会还是威胁。那么整体的十二月来看呢，我们要特别留意前面的三分之一跟后面三分之一的时间哦，这是非常容易有变化的时刻。首先呢，我们来谈谈啊前面三分之一的时刻、这个时刻呢非常的紧张刺激，我会建议大家呢一定要小心谨慎。为什么呢？因为呢在十二月一初开始的时候呢，许多的行星都会在变动星座停留，形成一个压力的角度，因此呢整个世界很容易有混乱的现象。这个混乱现象呢，容易呢会出现口角是非啦，或者是纷纷扰扰啦，也会有一些假消息，或者是一些纠纷、桃色丑闻，或者是呢会有一些麻烦的出现，大家一定要特别小心。那当然更重要的是呢，因为十二月八日的满月啊，它呢是一个双子座满月，这个满月它会和火星，我们知道火星就是战神之星啊，所以其实在十二月的这个前面三分之一呢，是有一种战争冲突竞争的状态，所以大家呢一定要特别留意。那对于你我的生活，我想最主要的就会是沟通还有呢交通的一些议题了。那么再来呢，我们会进入到这个后半段，特别是呢我们知道十二月二十日的时候呢，代表年度的趋势啊，木星它会进入白羊座其实整个星象就开始变化了。那么木星是一个幸运的力量，进入白羊座啊，就在鼓励我们一定要勇往直前哦，啊，做一些开创的事情。那再来呢，进入十二月二十二日呢，又是一个冬至。我们知道这个冬至啊，夏至、冬至都是很重要的节气，它会带来一个运势的转变。所以其实从十二月二十日到二十二日这一两三天，我们整个星象就在转变了，进入新的阶段了。不过呢，大家呢也不要高兴太早，为什么呢？我们刚刚讲过嘛，后半段的时间也要小心。小心什么呢？因为呢，理论上应该要开始很多新的计划、新的活动，没有错。可是呢，到了十二月二十九日的时候呢，水星要开始逆行了。这个水星不得了，从十二月二十九日呢逆行到明年的一月十八日。那我们知道呢，火星哈，它持续在逆行，一直到呢明年的一月十三日呢才开始顺行，所以大家可以感受到，就是我们好像要进入一个新的时刻，可是前脚才踏出去，感觉有一些什么好事多磨的状况，所以代表我们可能在年底啊会做一些结案，或者是呢要展开新的计划，但是这些事情的一个进度呢，往往可能不如我们的预期，所以我觉得呢，大家放轻松一点，或者是呢，我们用一个比较实验性的改良性的方式，一个态度来面对这些事情。那么我相信我们十二月呢就能够慢慢的渐入佳境喽。再来，我们看一下个别星座运势的状况请大家呢参考你的上升星座跟太阳星座。大家非常容易关心各位的爱情，对吧？那么当然十二月份呢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刻，大家可以去过节呀、欢庆啊。不过呢，整个星象来看，在十二月十日之前呢，最容易有感情机会。我讲的是机会是上升或太阳在双子、狮子、射手，其次水瓶座朋友。也就是说，如果你是单身，那你很容易有一些交友啊，或者是感觉不错的机会出现。但是呢，这几个星座也要小心啊，因为十二月的星象里面就会有一点点那种纠葛啦，多角恋情啊，或者是有很多的暧昧的情形，所以。如果你在感情的世界里面，我们要特别留意这些状况。那么进入十二月十日以后呢，因为呢这个金星呢它就要进入了摩羯座，我们知道十二月下旬以后就会进入摩羯的月份，所以反而是上升后太阳如果在摩羯、巨蟹、处女座的朋友，你有倒吃甘蔗的好运特别是我们想到跨年或者是耶诞节很多人就是要趁这个时候这个谈情说爱的时候，所以这几个星座可能也会特别幸运哦。那当然呢，我们不是只有爱情，很多人在意的是事业这个月呢有四个星座的重点很容易放在事业，分别是摩羯座、白羊座、双鱼座
还有金牛座的朋友哦。那么当然，因为今年十二月的下旬呢，就会开始进入了这个摩羯座的月份，所以摩羯座在这个月份里就开始有一种准备，然后呢要展开新计划的可能，有一片欣欣向荣的气象。那么双鱼座朋友呢，在这个十二月份里面啊，往往啊会参与很多的社团啊、群体的活动，所以你是透过大家的合作，一起努力，哎，做出很棒的成果。也可能呢，你跟对了社团啊，跟对了组织，所以呢，一起呢水涨船高，所以这是一个好消息。那么白羊座呢，在这个月呢也是运势很好的，特别是在过往呢，你可能已经努力够了，或者是呢做好了计划，而现在就是你开始啊展现实力，甚至呢有出名成功的机会，特别是呢知名度也会大幅提升哦。那再来是金牛座，金牛座呢其实今年有一点点辛苦，不过呢，我觉得这个月份啊对金牛座来讲是很好的，怎么样？休息。或者是你打算转换跑道，或者是计划准备跑这个转换跑道的时候哈、啊，所以呢，金牛座朋友可能也会开始感觉到好像自己要做出一些改变了。那么当然就是转职啊、转部门啦、啊，或是你有想要去学一些新东西的机会特别多，也很适合跟这外国远地的人哦、啊、一些交流，来刺激自己在新的一年的计划。再来我们看到的是财运，好，这个月呢财运呢可以特别留意的族群有四个星座。第一组呢，就是上升或太阳在金牛或天蝎座的朋友，那么这个月份你们其实是属于能赚能花的族群，你们一定很能赚，但是呢，因为太多的花费了，所以呢，要稍微留意一下，是不是要这个收支平衡啦，或者是要怎么样买才比较精打细算。那么另外一个族群呢，是上升或太阳在双子跟射手的朋友，这个族群呢，在这个月特别容易跟人家有交易合作的机会，当然。这个表面上呢，你可能赚钱的机会也很多哦。那如果你的每一笔交易或是努力是踏实的，往往会在下旬以后会看到一个这个回馈或成果，但是往往也会有些变数，因为呢，我们知道呢，在年底就会有水逆嘛。那再来就是呢，因为在这个月初的时候啊、哦，这个水星、海王星、金星还有火星这些行星呢，形成一个这个冲突，所以往往也有可能要小心啊。诈骗，或者说，你以为你可以得到，但是没有得到，如预期这么多的现象。最后呢，要讲到的就是呢，上升或太阳在天秤座的朋友，这个族群呢，在这个月份呢，哎，是属于享受生活的啊。你慢慢呢，可能就是呢，把工作完成之后呢，你想要规划家庭，或者是跟情人出游的机会，或者是你想要装潢啊、整修房子，都是蛮好的。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十二月份的运势了，祝福大家呢都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年底。我是苏菲亚，我们下个月再见。